带着妻子温子玲和小儿子来投票，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经过前一夜最后一站，今天精神饱满，到现场亲自排队一个小时。昨天睡得好吗？会不会很紧张？昨天睡得很好啊，今天这个累死了，一觉到天亮。这个只有这个全力以赴，我相信中华队会逆转胜。其实昨天晚上我们也是一直也在讲话，讲了很久才睡着的。讲什么可以分享一下？聊天啊，就是聊聊天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紧张，但是也很平静。丁守中妻子好心情，一直保持微笑。现场投票民众相当踊跃，大排长龙。看到丁守中一家人排队，宛如大明星，上前握手拍照。摇手也不是，这个比手势也不是，拱手也不是，都有好像有那个嫌疑，变成只有啊傻傻的点点头，然后都很小心的。不要随便讲话变成触罚，一举一动小心应对。另一头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姚文智一身轻便装扮，上午九点整抵达士林区的开票所。还在排队，心情相当平和。姚文智看来一派轻松，说美好的一战已经打完。由于他已经辞去立委，他也因为最近几天比较忙，下午才会利用空档前往立院办公室收拾个人物品。记者陈嘉伦、李玉涵台北报道。